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们好久没见，大家都说师父怎么不讲经了？师父讲经从来没有停止。不过弘法的方式啊，随着这个时代的转变，我们也需要转变。这个时代的转变，第一个带动转变风潮的是慧律法师，这个大家都很认识的一位大德，他的弘法给我们佛教带来一片新的气象。那么时代继续在转变，时代的巨轮越转越快，现在已经进入电脑的时代，再用那么大型的活动啊，对我们的交通，对我们的出入，其实也是很不方便。我们也试过这样的情况，时代在改变，好像不已如此。那么自从电视、电脑开始，我们也走入大众媒体的弘法系统。但是你知道啊，佛教电视台啊，有一种弊端。通常我们做节目啊，给电视台播放啊，是电视台要给我们节目制作费，结果我们要拿去电视台播放啊，我们要买时段啊，我做节目给你还要给钱啊，这个是一种病态。那么这种情况好像也很不正常，我们也在民视电视台也讲了一年，一个礼拜一次，一个月要30几万，听说收视率非常好，广告也满档，结果广告费他赚，我们还要给30几万，神经病哦！这种时代，那没有办法，实在太贵了，因为只有44分钟的时间，一个礼拜一次，4次就要30几万了，我们也受不了。总不能跟大家讲说啊，你要看电视总要给钱吧，对不对？这好像又更病态。所以我们现在在研究一个新的弘法方式，我相信在座很多人是透过网络来的，有这种认知，我们恐怕将来就只好转向啊，追求灵性、追求幸福的族群呢，来做弘法。那假如还在红尘中打滚，还要拼命赚钱的，那我们就祝福你赶快赚大钱，早一点觉悟，要追求灵性，追求幸福，那再找到我们的系统里面来，因为这是一种灵性的传承。灵性传承那需要有追求灵性的基因才有可能。这部分呢，我要再跟各位做一个补充的，就是佛教本来就是生命教育，人生的教育，因为它是一种人生觉醒的教育。佛就是觉悟，如何觉醒啊？每个人的人生背景各不相同，因此你要觉醒的那个悟处，悟处这两个字是很麻烦，觉悟的地方，不是碰到错误的地方，那也叫误触，所以我们一讲误，那就很麻烦的，起大误也是误，错误也是误，开悟也是误，这个中国字的音实在 很不多了，一个音有好几个意思。每个人因为你的误触不同，踏入佛门追求灵性的传承的动机，基本上是不一样，但是不要紧，因为我们目标是一样的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要跟各位谈一个问题，就是佛教脱离不了生活，脱离不了人生，脱离不了生命。在这个前提之下，大乘佛教要特别强调离不开人群，
你要跟大众相处，你才会了解什么叫人性，什么叫灵性。因此大圣呢，就非常鼓励大家跟群众相处。很多同修啊，进入佛门以后有一种情况，怎么越学佛啊越扭曲啊？学佛怎么会扭曲呢？你人生不是觉醒吗？怎么会越学越扭曲啊？那就表示啊，你在为人处事上面有问题。那你必须好好的去检讨自己啊，在为人处事上面的缺点。这是很麻烦的事。有一个那出家以后啊，被关到疗房里头去啊，闭关，叫他净足，好好去忏悔。他忏悔到最后啊，就是大家都错，那只有我没错。那他还写抗议书跟我讲说，是不是啊，长袖善舞啊，油腔滑调的人就对，我们不懂言语、不会讲话的人就错。我说跟这个没关，叫你反省检讨自己，你检讨到最后都是别人错，这个就是你的错。我跟各位讲，普遍存在的，网络上流传一个笑话，有个老爷爷啊，七十几岁啊，终于啊，梦想成真，买了一部车，他就要开上高速公路，啊。他的太太叫他打开收音机听，不然出事都不知道，他就打开收音机，开上高速公路，当中有一条报告，请各位驾驶人注意，有一部车逆向行车，请各驾驶人注意安全。他就大骂，什么一部，每一部都逆向行车，是啊。别人看你是你逆向行车，只有一步而已。你看大家，通通都是逆向行车。我跟你讲，这是很典型的，在我们灵性传承里常发现这种问题，然后叫你检讨啊，你检讨到最后都是他们逆向行车，我才正向行车，这个就麻烦了，这就麻烦。当你没有办法找出自己的缺点，反而是别人都错，那我告诉你，一世人剪脚，一世人扣角啊，不好啦，因为你再怎么想都别人错啊，这是很麻烦，这叫什么？叫做错用心。我们不会用心，但不至于像笑话中讲的这位阿公啊，对不对？不至于啊，那已经是100分错用心了。那我们多少会这样错用心？这个错用心的人啊，基本上是心智年龄没有成熟。我们一般讲的叫做社会年龄不成熟。看起来七十几岁哦，其实跟儿子同款，三四岁而已啦。你不要看哦。这种人是普遍存在社会上。佛教要教这些孩子，七十几岁的小孩子很难教，不是不能教，因为众生平等嘛，怎么办？只有希望他做紫衣道人。紫衣道人的哦，有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先生去找世俗道信了，说要跟他学，解脱之道。到现在看太老啊，你在那边学啥？他说不然那我再过来。他就走了。他很厉害哦，他马上投胎去了。到六岁的时候回来啊，又跟道信说我要跟你学。你看那是我老嫌老是油嫌油，不然你是要怎样？道信马上就想到这个是过来人，他就是慧能的师父弘忍大师，他前身就是紫衣道人。
你要具备有那种觉性才有可能。那没有觉性的话，你怎么教也教不来。那问题就在这里。那要怎么样善用心，就用对心呢、啊？这里头啊，有个标准，我要跟各位谈，在人生里啊，我们要先看看这个标准，这个是最高标准呢、啊，我先提供给各位做参考。第一个，你要避免先入为主的观念，你能不能避免先入为主的观念？你要经常去想这个问题。第二个，普罗观念，这世间大家说，电视说，报纸说，有无？哦，啊，那是学者说，老师说，这个都还没成熟。你若光黑人家说跟着流行走的，啊，就大概是六七岁、七八岁的小孩有没有？1到6岁的小孩哈，他不会说什么。他只要你陪他说就好，哦，那个电话簿打开1、2、3，给他连嘛呢吼，啊，伊就好啊，因为他是身体在成长，五官四肢在成长，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，所以我们叫童言无忌嘛。但是一开始打起电话，你要追话，开始教小朋友以后，他有一句话叫“哦，爸爸说”，“哦，妈妈说”，哼哼。啊，去读一个倒转啊！欧老师说，就是伊的知识开始在成长，从6岁到12岁，这个时候的小孩啊，最幸福，因为他一直在吸收新知识，最幸福的时候。到13岁以后是灵性生命在成长，也开始有自己的意见了，他要做他要做的事情了。这个时候啊，父母亲呐、啊。就感觉哦，这囡仔唔听话啊，开始叛逆了，不是叛逆，小孩子要独立，在他成长过程里头有很多，你看哦，在妈妈肚子里，他想要出来的时候，你就会阵痛，他是不是要独立？他叛逆了，啊，不，你乖乖到巴肚底就好啊，啊，唔就是死啊，唔到巴肚底，不可能嘛，10个月到他就要想出来的，哦，这没有研究了。假如你要研究，这是很好研究的一个项目。假设哈，顺位哈，顺位哈，咱讲10个月嘛，是毋是10个月？我毋知，爱问医生哦，妇产科较知哦。标准时间，假如他提前的话，提前2个礼拜以内，应该啦。他叛逆哈，你所谓的叛逆啊，会比较早。哦，损威个蛮出息的哈，他叛逆的时间会比较晚。我是假设啦哈，我想这个可以去做研究，因为小孩子越早想要独立，我跟你讲，独立的成本越小。假如越晚独立，他独立的成本越大。用套句俗话讲，叛逆越早的孩子成本越小了，越晚叛逆的孩子哈成本越大。越晚叛逆，我跟你讲，我所看报纸啦，不是统计啦哈，反正这一部分人类都还没有办法用心思来统计生命的灵性问题，现在只能做哈斗争、战争的研究啊，还没有办法去正视人性跟灵性的部分。我看报纸在报道哦，那一些背叛、进入背叛的人，年龄最大73岁，73岁。我们那海军总司令林茂吼，我还是68岁，哦，应该来讲要扣掉50年。你看他背叛的，把他扣掉50年哈，68岁大概18岁叛逆，一个18岁叛逆都看晚哦。照讲是13、4岁、14、5岁叛逆是很正常的嘛，啊，73岁扣掉50岁哈，那扣掉60岁差不多，扣掉一甲子前他就要叛逆，没叛逆，延到啊一甲子以后才叛逆哦，黑东西大新闻呢，都大新闻啊，整个社会都要付成本的，因为大家会讲笑话，
都会讲笑话啊，那整个家族啊会很紧张，很紧张。其实我跟各位讲，这不是叛逆，这是生命最精彩的时刻。你想想看，60年他就要想穿迷你裙哈、哦，等了60年，他终于要敢穿迷你裙，你又怎样？哎，阿伯啊，穿迷你裙是什么款呢？但他也勇敢的，他60年前可能没想过要穿迷你裙呐、啊，可能也是跟人家一样的慢慢，啊，不要脸啊，怎么样啊？可是呢，我跟你讲，内心深处其实他想要，但是他不敢要。经过60年的折磨，哦，他人生的一切事情全部放下了，哦，爱惜也惜啊，爸爸妈妈照的惜啊。啊，最后一个就是老婆嘛，老婆嘛死啊，吼，啊，囝呢，囝拢大汉啊，免管啦，啊，才剩我一个呢，哦，啊，无一世人嘛在想迄领迷你裙呢，穿去看卖，穿来就轰动啊，啊，迄个轰动吼，你知道家人承受的压力有多大？告诉你啊，这个生命真的是很美。你要懂得欣赏，但是站在社会道德叫做所不许，对不对？所不认可的嘛。那你到底是要从社会道德律来看呢，还是从他生命存在的价值跟意义来看呢？这个我们要答案，各位自己去判断。我要告诉各位的是，在这三个阶段里，是身心灵成长的过程。那我们各位，你问你自己，你有没有好好的成长过？这是你个人的事，我没有答案哦，不要一直看着我哈、哦。但是反过来，现在我们在带子孙的时候，在座各位很多连孙子都出来了哈、哦，你在带子孙的时候要仔细看看，1到6岁你不要一直要求他做什么，因为他只在成长而已，所以你那命铁乱带，那个不要丢他，还是要拿。啊，拿了又就丢，拿了就丢，你在什么意思啊？那是一些肢体在成长的过程，他为什么要拿了又丢啊？啊，你有啊，你点点啊，解读，当一个囡仔点点解读啊，吼，啊，你原来是阿弥陀佛啦，你一定紧张的啦，这是道理唔多好，对不？啊，囡仔本来就爱动，爱动是什么？比如他在成长啊，他，你说他叛逆吗？不是。他成长的必然现象，同样的，到了6到12岁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那个在5、6岁开始话要讲的时候，你有讲过，他有一套逻辑，那个不是逻辑。不要一改猛攻，爸爸是谁？啊，爸爸是你爸爸啊，我爸爸是谁？他会这样子，那逻辑搞不清，一直在问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一直问，那是他。成长的一个过程，他逻辑正在架构，但是他不知道那一套逻辑的价值跟意义，会这样一直问你为什么问题什么为什么为什么，一直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，一直问下去啊，这个孩子将来是有脑袋的人，有脑袋。假如你看这孩子都不会问这个哈，他只有脑壳，没有脑袋。这个说明什么？说明人有两种人，大概我只是奥芬华克跟单贡了哦。有一种是很粗线条的人，他不能做很维系的工作。跟单贡的讲，也要修理时间啊，他大家的时间也要修理，手表也要修理，你知道，手表的比较油啊，所以你放心，时钟很便宜，你放心。哦，手表很贵，对不对？啊，电子也免讲啊，电子用平板仪啊，190块就走了。啊，你那买两只机啊，我就好啊。那是不同的精密度，所以会你去注意看，会问你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，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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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是有一套逻辑的。这个孩子将来啊，可以做思想工作，可以当学者。你看，
三四岁你就可以看得到。你卖起工哦，哦，那个三四岁快当工，阿伯也得诺贝尔奖嘛，啊，也当做什么科学家、发明家，也当做马英九啊、陈水扁嘛，卖起阿姐，哦，卖起阿姐，咱唔是千万唔通认为讲。我的囝将来哈，成龙、成凤、成天子哈，较卖想遐，想讲咱的囝安怎平平安安顺事，安尼就好，哦，平平安安啊顺顺事事安尼就好啊。你卖你想讲吼，哦，后世人我嘛要来做马英九，哦，做总统唔是好代志啊，你放心啦。尤其这时代哈，你想好不要冒出头。冒出头是最歹过，哦，像咱咧人拢唔捌人吼，咱去六合夜市吼，安怎食拢无爱，你唔敢买饮酒去食看卖？伊若去食一届吼，遐夜市的人若无敢骂一世人，你看卖？所以这个就是问题，时代不是我们想象的啊！大家要争出名，出了名你就知啊，灾难就跟着来。你唔敢，你特别双击，你出来双看麦，领导八代祖宗所做的事都把你挖出来，所以吼，唔通听想要出名。所以你在教育的时候，不要给孩子压力，你只要陪着他成长，十八岁以前，陪着他成长，多了解他，你很自然就会看到身体生理上的成长过程，心理他的成长过程。跟他的灵性的成长过程，啊，真正要这个孩子能不能成功，不是看小的，是看哦，19岁以后到30岁，三十而立嘛。所以19到30之间是一种综合教育，也就是在彩龙船边呢，啊，你也要差嘛，差几楼才出来，做几楼才出来，哎，他开始要给他人生做定位，并且在实习。到三十岁啊，大概你这辈子要干什么，就确定了，就确定了。这是我跟各位讲，站在云端看红尘以后所得的结论啊，给各位参考。啊，阿丽老公哦，有什么研究报告嘛？哈，我跟你讲，很肯定的答案，没有，这是一个观察的数据。今天要跟各位谈的啊。是在这个前提之下要跟各位谈，一个人，我们现在大部分啊，吼，少年还未成吼，大部分的人已经走过人生的黄金阶段，所以黄金阶段啊，是指第二期，我们人的生命是分三个阶段，结婚、成家以前叫做青少年期。青年以前嘛，从一直到应该来讲三十岁以后结婚嘛，哦，啊，人基本上讲三十岁以后结婚上班呐，吼，啊，大家拢愈娶愈紧啊，所以迄一百年前拢娶到十三岁都娶，啊，十三岁超龄带都还未大呢，吼，七十八啦就娶某，啊，七十八啦就生囝，哦，啊，伊家己咧欠人饲欠人教，你要看伊就要生囝，啊，所以迄个教育本身有一个问题。能够三十岁以前，其实你对人生你根本也不认识啊。你对我们自己认识什么？连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身体的认识都不够，都在战战兢兢、惶惶恐恐当中成长到这个时候。但是你怎么说结婚呢？可又要结婚怎么办？在过去啊，那女孩子啊。前几年有几个跟我讲说，他想哈、哦、不要后悔。我说怎么不要后悔？结婚不要紧，不生孩子，我说你一定会后悔。哎，要生，二十年后再生啊。我讲哎，三十吧你，二十年后五十想要生啊，吼、哦，啊那你就后悔了。哦，啊你先的哈，二十年后再后悔吧，给你干几十回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你二十年后才要生哦，啊，你五十未生啊，要生啥？啊，所以现在高龄产妇这种啊，一直试管婴儿一直走的是安尼，为什么？
这个时候我们就产生一个问题，到底是先成家后立业，还是先立业再成家？这成家立业还是立业成家？我跟你讲，人生价值观完全不一样。因为你只要结婚以后，就进入人生的第二个阶段，这个阶段是你的黄金时期啊，但是悲惨岁月也在这一段。你要知道，这段时间的奋斗人不一定能成功哦。哦，你想大家能成功哦，我看失败个多啦。那每一个人啊，一生当中都有几次失败，几次成功。讲几次成功是有福报的人，几次失败是很正常的。但是就有人一辈子都在失败中。有很多人叫早发期，对，三十岁以前，甚至于一十七八岁的探险啊，大概童星都属于这一类。童星啊，一炸都坏了。哎，不是每一个孩子要当童星都当得成啊，你放心哦。啊、哦，不一定拢行的，好、哦，又去啊，给灯光一打，伊就哭啊。你会跟他做童星，对吧？啊，有原因啊，不是啊，你若看到摄像机 pose 都摆起来。啊，所以童星要有童星的命。同款啊，有的人少年，你若买二十岁，那人都买一栋厝啊，安怎？哎，意思也未做啊。早发型的人哦，通常晚年都不好。通常啊，吼，所以通常是80%嘛，哦。哎，有的会很好，哎，那凤飞嘛，礼拜啊，哎嘛早发型的，对不？哦，哎，一寡影歌星，人家会跳出去，啊，就很好啊。有的就不行了、啊，有的做个尾龙去自杀了。所以你要留意到这一些，就是人生在处理的问题。早发型的人通常都比较会有问题，除非他家教很好，告诉他说：“哎，你有这个才华，赶快发挥。”但是有些原则，人生的原则抓得很好，时间到赶快跳走。这个是要家教的，没有家教你是做不到的。所以你看这些台面人物，为什么生活中会被人家形容很糜烂，教养很不好，就是没有家教。但是他又站在风头上，这个就是个关键。那么到了孩子长大了，也都结婚了，你没有事情干了，也退休了，这个开始进入第三阶段，第三阶段叫老年，老年阶段是我们生命的什么尊严，生命尊严的时刻，你必须要很充分的去表达我人生的价值跟意义，我目的什么，开始要做什么，工作当然要做啊，但我不再计较所谓的薪水待遇跟收入，因为奋斗的时间已经过了。那么因为要持家要养家，然后呢事业的成功财富的累积代表一种什么自信，那个是没问题、哦、可是到了退休以后已经不在这里了，钱太多了，要吃饱太多跟烧金纸这样猛烧、哦、听说有一个人就是这样钱太多太多、哦、美金拿来点分、哦、有啊，有人是这样，但是我想我们不是要做这种啦，啊，那安尼是，你果做果赚钱都无意思啊。这个、当中，你有没有办法吼、哦，把你成功的事业剖析出来？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，这就布施啊，把成功的事业、把赚钱的机会让给人家，我相信让你不会乱丢啦。啊，像伊笑诶，钱讲开几百万，你果说光落地里，但1000块、1000块地里呀，你不要以为这个对不对，这不是对不对，这是我们生活中苦闷的象征，苦闷的象征。他确实有钱啊，啊有钱分给人家用不行吗？哎，这高速公路真危险呢，一波行不了，为什么？生活很苦，真正你知吗？苦归苦，三回我们没有人去研究这个了，只是把它当作社会新闻一个消息这样讲一讲，报道一下就好。
那都是我们广大群众内心的状况。当时啊，看到那种新闻啊，哎，钱摕啊，也讲互人去扣的，我讲政捷的事件迟早就要发生了，因为那是同一种心理状态，同一种心理状态。现在小孩子，你看老爸给他吃给他穿那么好，要玩就去玩，啊，出国就出国啊，从来没烦恼安怎赚钱，个个烦恼安怎剃头尔。伊嘛讲，伊人生遮艰苦，福利搞得太大，他的生命中缺乏斗志，没有奋斗的意志啊。他苦是苦在这里，而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不给青年人奋斗，剥夺了他生命的奋斗。这是非常残忍的暴力行为，这叫爱的教育所造成的。不然活得好好的，书也读得不错啊，为什么会有那种暴力行为？就是他灵性被腐化，而这种人还很多，用各种不同的方向来做表达而已。那我们要讲，那我们经过奋斗，后半段第三阶段，第三阶段的时间往往比前两个阶段的时间加起来还要长。因为你前面二十几年，中间二十几年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后面呢，常常有三四十年的时间呢。好，那么长的时间要做什么？这是生命尊严的一种表象，你必须要有这种认知。那么现在要讲的主要是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之间，这里头其实有两个事。第一个啊，我本来是叫做青年领袖了，你要开始踏入社会这个舞台来拼命嘛，他就职前教育。职前教育的重点是职业伦理跟职业道德，不管你是要创业也好，或者上班也好，就是有职业伦理跟职业道德。你创业的人要没有职业伦理跟职业道德啊，黑心食品就出来了，大量的黑心食品就出来，这就没有职业伦理，没有职业道德啊。你就说用法律要抓，你法律没有留意到，他就出事。尤其我们在定法律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这些财团一围上去啊，怎么办？啊，像食品这种东西啊，你新的化学东西一直出来，到底对人类有害无害？那应该要怎么样子去定定这些标准呢？没有，啊，官员再加上本位主义啊，你就完了。都是等事情发生以后哦，才要亡羊补牢，已经补不成了，补不成了。好了，所以职业伦理跟职业道德，我们为什么要强调？要不然就有那种公务人员打卡以后就去跑去兼差了，哎，公务员呢，对不对？怎么会这样？你要下班前哈、哦，早一点。打个电话约好怎么样？那个说勉强忍一忍也说得过去嘛。打完卡上班时间你跑去兼差兼什么差？这是职业伦理啊，职业道德啊。我们都没有教育，我们学校是专业教育，怎么投机取巧，怎么竞争，怎么打赢敌人呢、啊？都教这些啊。啊，不然就专业领域的。都是小学，不是大学。读到什么博士啊，没有大学的气度跟胸襟。大学其实只有两个东西，做人处事，怎么做人怎么做事。而我们所有的烦恼啊，都来自不会做人不会做事。做人讲态度，处事啊讲流程，你就是流程不会。一件事情你会做，做了以后你就很烦恼。
因为你不知道怎么上报、通报都不会，不会协调，不会沟通，所以你很厉害，很会做，没有错。但是，人家怎么一直骂，并不欣赏你的能力，反而你的能力会被人家嫌弃。就是你在做人跟处事的态度上面，不重视流程，这个就问题所在。所以有烦恼的人，不用去检讨别人，检讨自己处事的流程，检讨自己为人的态度，这样就好了。这一点你要照顾得到，你是不会有烦恼的，不会有烦恼。在讲什么修行怎么样？其实这个是修养的工作，这个修养的工作你要处理不好，你必然有烦恼。有一个东西是可以这样，我就是这种性格啊，所以会产生这种结果啊，我认了，那认了就不会有烦恼嘛。问题是你不认，有1001个理由。在那边 stand by，人家一讲，那么我就怎么样，我就怎么，都一大堆的理由，你永远没有错，那你就烦恼一直来。你要认为我的性格是这样，那必然会有那个结果，啊，有那结果我就认了，就认错，对不起，但我的性格得罪你了，请多包涵就好了嘛。你我没错，我又没错，啊，你没错，啊，没错，人家就不满了，没错。所以为人处事的问题是非常重要，因此啊，在职业上面、事业上面，为人处事你稍微留意一下。我们高雄有很多老店，我记得40几年前来这里出差的时候，所吃的店不是吃店，那个店里面的东西啊，它还在，而且那种老店哈，就是有味道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就是那个调调啊！你进去，他也没有什么东西，反正你要什么都一样，就把你弄出来给你了。要吃不吃，你来的吃。啊、哦，啊，讲完了，这收钱，这真特别嘞。你也要新式餐厅，就不用先拿钱啊，对不？较规模，伊唔惊你走，迄内底拢一个门尔 close，你也要走，就去刷卡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迄老店毋是啊，四通八达吼，啊，在你遮吼，食食你就会来算账，哦，啊，有卫生无卫生，伊若甲你迄个镜磕落去时，迄镜头大部分嘛伫内底吼，无啥卫生无卫生啦，食落袂落屎就对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维持着一种亲切感，亲切感。各位，你要了解，亲切感是很重要的。现在我们有能力的人就缺少这种亲切感，缺少亲切感以后啊，既然不亲切啊，大家都保持距离嘛。一保持距离，当你有需要的时候，你会发觉，哼，他们怎么这样？这个人怎么样？你会嫌人家？你先想想自己，你的亲切感够不够？你自己的亲切感都不够，你怎么要求人家对你亲切呢？就跟镜子一样嘛，你什么脸色给人家，人家就什么脸色还给你嘛。这是真的很重要的一回事。所以大学在哪里？大学就有一面镜子，经常照自己。这面镜子就反省嘛。我这样的行为，我这样的言语，我这样的态度，对吗？我应该怎么讲会更好？我什么态度会更好？经常要反思这些，可是现在这些人家都认为不重要。越认为这部分不重要的人，他的烦恼越多。然后一发生的事情都是别人错，因为我没错，他当然没错，你没错，人家也没错，为什么你有烦恼？哦，你都说你没错，人家就一定错吗？对方也一定认为他没错啊，
对不对？可你怎么会搭到心肝扩大呢？关键就在这里啊！所以这个部分讲到这里，你就会发现，职前教育是这样，婚姻教育也一样。阿嬷吼，到顶到有一天讲，来来来，咱两个吼，爱来讲个清楚者。查甫先跟查某讲即句话，那讲即句话就差不多啊。查某讲即句话就是讲，我律师嘛请好啊。哦，咱以前结落是分去吼，即嘛爱离落过分一遍。啊，无使结婚就分离，对无？离婚嘛同款啊，离落就分离啊，拢分去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一直没有注意到对方，对方的不爽已经起了多少次了，你都没有留意到。同样的，职前教育在谈的部分，是你对事业要有一种认同感，认同感。认同感就是你对于你的这份工作，不管是你跟你做的，哦，比如做拉面啊，是什么切个面啊，啥弄好，那个东西你要很熟嘛。你想就要不杀你呀？啊，你没剪好了做几份工课，你嘛切要不杀你呀？那个技术啊，才会精，才会熟练。技术精跟熟练以后啊，你要变成自己的一套。数道嘛，一道菜一道菜嘛，那一道要弄好啊，你这个道弄不好啊，你就很难有局势，要一番气象啊，没了。阿基塞中婆对不？那叫阿基塞，人家有一套出来，所以他有局势出来了，那一道一定要有，然后呢，他就可以创造他局势。那一道菜要弄好，他的技术要很专精啊！你看那人家都会多技哇，厉害，啪啪啪啪啪的切，啊，你唔可以剁看嘛？那菜头未剁看，镜头也剁了了。技术要熟练，要精嘛。然后这个精了以后，人家就会欣赏你，而且呢，你自己要弄出一套。你自己的东西啊，虽然都是这些菜，你想说菜都不要技术啊，啊，大家都吃沙拉就好啊，对吧？沙拉没技术啦，是不是呢？要动都在你啦，啊，不贵就嘛提吃，对吧？所以那个炒作，就是你那个技术的本身要会，那当然这里头是另外一部分，那要再跟哥补充的就是。家庭生活这一套啊，是很深层的。因为你的事业，你说不行就换个事业吧，当然你就三年重来嘛，对不对？我提纲的做做不来，来做白工的，看看你白工的，爱过从从头开始。但社会历练越多，你重来的时间可以越短，没有错。但是你一直历练，一直在换，十八般武艺拢武吼。你都达无一项会精啦，好像样样都懂哦，其实样样松。家庭生活跟找工作的定位一样，你要找什么事业先确定好，因为那在前面教育就有了，18岁以前大概就应该知道你的性向什么，19到24岁的你的事业要定位了。同时这个时候你的事业要定位之前，也就是那三年的技术熟练专精啊，你也都要培养好。而且没有的话，再6年给你到30岁以前，应该数到四就要完成了，四成了你就能立了。就讲到这个地方。那么家庭这部分呢，那就不太一样。它有一个东西就是结婚这件事情啊，跟谈恋爱是不同的，你要交朋友啊，男朋友女朋友啊，
你可以不要管，父母亲不要管他。啊，谈恋爱啊，你也不要管他。但是谈到要结婚的时候，你家长一定要介入，一定要介入。结婚绝对是家族的事，你不要学西洋人说结婚哦，我两个也介意就好。现在家庭就讲啊，你两个讲讲好，是恁家己要生活哦。啊，恁啊要冤家，后摆卖来找我哦。啊，囝家己先家己娶吼，卖娶转来吼。啊，公婆啊，家己娶哦。啊，往我老，往我要剃头，卖来找我。不是，绝对不是这个东西。你要知道，一个小孩子给别人带一年，你再带回来，大概要3到5年，你才会把它矫正过来。你那黄茶可以茶三年哈，大概你要10年以上的功夫才会把他的心转回来。所以你要留意到，你不要以为说哦，有个保姆帮你带孩子，会带起洗金大掉，给爷爷奶奶带都是有同样的问题。我现在要跟各位谈的是，结婚这件事情啊，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在一起要构建一个新世界，这个世界叫做幸福美好的家庭。你必须先有这个认识。换句话说，查某要来捧查甫这家伙的饭碗，伊就爱接受着这家伙的啥家道、家风、家教、家训、家规。这一点哦，现在大概没人讲了。还有够封建，大陆够封建啦，人家讲有够迂腐啦。现在还有什么家道、家风、家规，需要了啊？对吧？啊，无奈无，啊无你奈信爸爸信，怎么会没有呢？这是不可悔的，所以你要把对方接回来的时候，你就要先确定这些东西。他要过来捧这家口啊的饭碗，都要把这家口啊的家道、家风爱接受啊。所以不是因两个好就好哦，那两个是一摆好的，因为那是两家伙的代志，那是一个家族。你要认为两个好就好，那是什么人呢？那是虎口人生的人。虎口人生就是每天在厝主来讨钱啦，你三个月无交厝税啊，啊无搬出来啊，拜托啊，拜托啊，拜托，我明仔一定叫算相信你明仔，对不？但是这种人吃这顿饭不知道后一顿在哪，今日有饭吃不知道明仔在哪，这叫虎口人生啊。啊，这种人啊，大汉你买娶某啊，伊买嫁尪啊，啊所以啊，你两个欢喜就好啊，无啊，迄什么家搞家风啊，没有啊，好、哦，啊到小康都无共啊，我伫做切仔面，爱伫做蚵仔煎，啊，阮囝来娶恁囝，查某囝好啦，哦，啊，都两个门当户对嘛，是不是？啊，切仔面甲蚵仔煎，啊，都谈联姻，哦，迄当阵伊会见，毋是未见，但是伊要真正加风甲加多，到新贵以后就无共啊。伊要爱门当户对，毋是伊个要攀岩附势，伊会惊，因为遐有一个利益伫个嘛，是毋是？哦，梁远雄，遐需要有够大无？啊，啊伊遐遐供应门窗啦，遐是毋是爱定甲伊巴结？哦，啊今日做铝门窗还是做窗帘的人，啊哪会当熟悉远雄即家伙啊？啊是毋是真好的一个？一门亲事，啊！但是这两阵你要注意哦，像迄种贵族型的人，伊就爱去选择伊的啥，伊的家道佮家风啊。啊，新贵要去攀岩附势，就爱红点嘛。啊，你有够重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同款啊。咱今日呢认为讲啊，阮的伊家无片瓦之地吼，凊彩啦。啊，你就去讲，恁两个好就好，
你今日若小可有一个家庭的事业，啊，还是有一寡文化的文明的涵养，咱都要去想。结婚是实在是一件大事，啊，迄嘛是咱对今日的一个责任吗？哎呀，你乱来，你免管那些啦。反正世俗无常啦，一世人伊毋知要乱来几届，哪会知？哦，啊，那你行，啊，都敢有要熟啊吼，啊，你都爱注意啊。你爱加讲，你有啥物要求个条件？爱互伊认识啦。是安怎？你要结婚，我一定要管，我着爱互伊了解有啥物条件？啥物条件？爱有车，爱有厝，爱有金啊！啊，你若看这条件吼，啊，你着安怎叫伊先创业，对无？伊有条趁钱，啊，才来娶某嘛。哦，啊，你查某要跟查某，伊嘛爱有车有厝啊，你嘛你要用钱，对无？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看好啊。哦，要先立业再成家，啊，也是。先成家再立业，这是一个重点，一个重点。咱在教育的时啊，绝对是要直接来看，这涉及到人生的价值观问题。哇，时间到，咱应该休困一下，无个占用到各位休困的时间。好，咱休困一下，等一下再继续讲。